What?一大圈，但是感觉一举一动都被看透了，还是硬往前戳了一下，非常弱的。他们是点燃虚弱治愈闪现，上半部的话来看一下，这边打出了第二被动，再开自己的护盾。这护盾的话也是阻挡了 Jace 继续追击的意图啊。来看一下对焦闪现，直接追 Candy， 这边看起来是要跑了，受杀。来看一下这波 replay， 侧边 Hana 已经蹲好了，下半部完全没有任何视野。那最终的话，感觉把对方给推了回去。对，这边 EQ 往前，大绝直接推到了三个队友面前。这其实就跟之前的线上赛事其实是一样的概念。哎，来了，这一波抓准了小兵没的时间点，但是优米马上开大绝，烧本人直接往前贴，但是虚弱已经下了，有机会反打吗？这边强攻触发出来，赤色屠戮直接往前开射，用只能落荒而逃啊，冷淡就没了。好，这边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，摸过来了。这边的话，空洞防兵已经推掉，已经没有其他的控制技能可以留住 Fofo。等一下下半部，如果小 B 再压得更凶一点，是有机会再拿出来。这边就救完了，回来了。三段的 Q 开大绝，直接贴上去，交闪现，再一下普攻，再见 Candy。Solo Q， 三段 Q 还活得下来的。哎，这边的话直接移上去了，没闪了。哇，开晕。第二条是一个地龙，看一下用这边。他是海克斯下墙吗？哇，海克斯下来，结果见到鬼了。哇，一阵尴尬。相较于牛，还有个 WQ 哦，他基本非常仰赖闪现才能来了。掠食者直接往前冲，但是马上被定在原地。哇，这只熊真的是像个笑话一样啊！这边往前继续追，没办法留到，但没关系，抓了熊就够了。这下路的外塔直接正面的位置射毒，直接开把人给压退。哇，打在熊身上也好痛哦，剩下半血了。漏了一只炮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不过另外一个方向，抓到了 Hana， 也是帮助 Jace 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。哇，这个侧边的草丛就有一个眼位，他们还非常耐心的等到了熊过来再执行这次的击杀。贝尔这边劣势的直接开往前直接冲，我觉得压到等到二十分钟，哎，下来上这一波，这边是闪现过去的一个星夜无双直接扫开来，后面再劈了一个 Q 三冥府邪念 Fofo， 这边把 Boost 给击杀掉，不过跳下来一个 Hana 抓准了一个 PK 啊。一个跳斩加上反击风暴，把哈娜给晕在了原地。还有下一波吗？看起来是没有了。哈娜换 Bruce， 哦，这边接班奶奶哥开了一下自己的惊人，但是惊人结束之后有没有机会撤？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后面的话直接先开了自己的死亡领域，后面找了一个炽热屠戮，只是认识一个伤害，直接把 B 给打死。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double kill， 往前推了一个空杀，但是还可以持续往前追击。最后是一个 shut down， 小 B 滑到一半，直接在空中被插了下来。来看一下 GX 他们知不知道，剩下5000滴的一个血量。我海克斯科技闪现下龙池，这边看一下奶哥有机会进来抢吗？没有，奶哥能不能偷一个？奶哥，哇，奶哥没偷到，但是 Bruce 收到了。奇怪，因为他们一定知道人数是完全优势的，所以他们感觉上去去接，然后不要打法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对，但这边应该是真的，对他们打到太残血了。我甚至没有看到那个虚空骑行者的画面呢，不知道这个 W 是不是 W 偷到。我根本没看到那个虚空。小 V 跟优米已经一起靠过来了，有眼睛，缓速有缓到，吃的图直接下。反击风暴开起来，跳过来有晕眩到，但是直接被拉了回来啊！边线解决掉了。摩托凯撒也是直接在办公室附近跟队友汇合了。哇，火力贝尔这边的话直接往中路左侧的直草走，哇，这波不妙哦。现在的话这边位置先拉人单挑了，总之没有拉到，但是这一锤也没有敲到。如此这一个拉这个走位，反而是直接把瑞斯给秀掉了。一锤后路线也倒了，二萨斯这边风暴有办法救游戏吗？好像救不起来呀、啊。
不然的话，赵信只能救自己的命，但是救不了Fofo，两个技能Rest都没有敲到。哎，这边看哈娜能不能将功赎罪，再来偷一波。来看一下，先稍微先维持一下，来看最后面那个巴罗，先开启自己的惊人，吃饱了，一千四百，先维持一下。来看最后，这是什么？你偷我的，我偷你的。 太喝水，他刚才喝水太帅了吧？是用Q技能的第三下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我们先来看的是中路这一波的 replay， 其实第一时间看起来的确是 JT 的一个好机会，但是这个大绝开启之后，他的队友帮不了他。对，而且这边阿杰在后面拉出了这个塔基的很关键哦，让原本想要。 魔豆刚刚想法应该说，我把凯撒牵制住之后，让我剩下的队友去把剩下的人给激活掉。但是因为这个塔盖起来之后，其他队友其实不敢往前走，那反而让魔豆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被收掉。哇，一个佛利贝尔换你三个 carry way 三条线路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巴龙怎么被偷的。因为 GX 他们其实已经停手了，在哈拉惊人的那一瞬间，1400滴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没有视野，2000滴，他们2000滴就停手了。 那比较尴尬的是，Jemma来在后面开了一个惊人，那这个反而让1400滴，1200，90，489。对，哈娜的判断。那现在有了巴龙之后，就有机会来寻找这个机会了。要来抓PK， 这边缓速有缓到，好痛，反击风暴开了，并没有选择继续硬追下去。来了，所有的猫奴们一起聚集，把中路的二塔给拔掉了。 哎，现在就是笑脸，往前开，但是第一时间哪个血量就已经滴血了，怎么回事？大绝，赶快看，赶快安全撤退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右半边的话，哈娜已经倒下了。Bruce 的血量还是满的。Bruce在旁边拆眼睛，找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场。但是进来的时候，队友已经死两个了。Bruce 在右下角哇，先把卢先先秒杀掉了以后，这边的位置，再多几个，继续往前，有机会再多一个吗？哇，这边。 斩掉了复活甲，起身，可能还是逃不掉。等一下，我们再看一次，这边正面的位置是一开始，哇，原本哪个很危险，但好险他偷到的是赵信的大局。嗯，随即的话开大安全退场，然后看到这时候赵德本的往右下角是把哈娜给抓掉了，但同一时间这时候Fofo进来，哇，他的位置直接把 Bruce 给切开来。没错。 Bruce这个时候才出来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已经拿到了这个复活的效果了。其实他秀掉小 V 已经算蛮秀的，但是后面的话顶不住我大佛哥啊。对，刚刚混战比较可惜的点，应该还是 Bruce 他进场的时候，他是想要先把小 V 给收掉，想要直接刺杀。可他第一波的进场并没有直接做到这件事情之后，反而让他处境有点尴尬。虽然说后来还是把小 V 收掉，可是这让他在混战当中必须要承担一个大 K 的角色，并没有办法做。有，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放掉。来看下这边要打起来了，下半部单挑 TP 已经亮起来了。 这边过来的人，三个人、啊，哇，是载着猫咪的，看起来 PK 倒下了，而且加速往上走，哇，好快，好快。Bruce 现在是没有闪现，都被晕住了 ，TP 已经亮起来了，Fofo 又要开砍了，哇，这个是三星的二煞师吧？开砍再剁一个，哎，夸张 Q 有没有机会？投给到，哎，都别想走，投给到是猫咪。 那这样一来到这一场比赛应该要结束了。哇，这边这场比赛在最后面两波团靠着 Fofo 开无双啊！他真的是，他把钱全部刷光了，就为了抽这个三星的二煞师。游戏要结束了，原先36分钟，我们恭喜 JT 2-0 有惊无险击败了GX。对，这场比赛峰回路转，其实算是最近比较少数看到这样峰回路转的比赛。其实，在前面 JT 算是取得蛮大的优势。 那中间靠着一波逆转团战拿到巴龙，让GX反打过来，但是哈娜最后再次的把局势续命之后，让 Fofo 完成了结束。哇，就乃哥这边续一次，然后哈娜也续一次，因为其实我觉得都一样。如果前一条巴龙也是 JT 拿到的话，可能这场比赛结束的就更早了。但哈娜这边抢回来以后，算是维持住自己的领先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被翻盘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 JT 他们需要去注意的，在前期他们取得这么大优势的。同时，游戏直播录制 Intel Core i7 效能不需妥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赛后访问，我是主持人阿乐。那今天邀请到的是中信 JT 的 Hannah， 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。
我是 JT 的导演 Hanna。 Hanna 最近呢，你表现的真的是相当的好，大家都对你赞誉有加哦。那你对于这个大家的看法，你是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调整吗？就是因为我原本是打下路的嘛，对，然后转换跑道的时候就有点中间有点困难，就是要学的很多很多。哦，就是从 AD 来到打野位，你自己要调整很多。那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哪里？困难点就是你要想很多，然后你要想到很多，就是之后会发生的事情。哦，了解。计划，然后遇到什么时候要就直接做出反应，不然会都比对面慢。就是地图观变大，然后要想的东西也变多了，所以一开始有点不适应，但是现在应该慢慢的走上轨道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没有很厉害，就是至少可以想到30秒、1分钟之后的事情。了解。那最多你觉得要想到几分钟后的事情，你自己认为是最厉害的？如果可以掌，就是整张地图都掌握的话，那是最厉害的。你以为你是奇异博士哦？好了好了，我们马上来问一下这个比赛中的内容哦。第一场我们看到你们，那对方前期是非常凶的，甚至常常是以闪换闪。那你们是不是有点被打得措手不及？嗯，其实是沟通失误啊，就是我们辅助没有跟中路讲，对面辅助可能会跑中，所以我们中那边，所以是辅助问题。就是线路上可能没有沟通好，所以导致后面有一些就是抓到啊，或者是团战没有办法好好发挥。那你们是马上怎么就是反应，然后去调整这样子的状况？就是我们还是优势的嘛，然后我们两个边线都是赢的，然后我们中线也不容被开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做事也给巴龙压力。然后他们就会很有压力，就会输掉。好了，你是想说就是把压力放在对方身上，让对方觉得哦好像有点紧张，然后没有办法好好掌握视野以及巴龙，所以可以赢得第一场的比赛。好，那第二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下路是选择福利熊。那其实当下路你们是选择猫咪是被 counter 的，那你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比较常去住下路吗？其实我们本来就有大概猜到对面可能会选熊吧，是，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应对，就是他们那个组合打不了我们4打4或3打3，所以就是他们一定得做到事情，不然就这个 pick 就不是很好。哦，所以当下他们选熊的时候，你们是本来就有预想到了，然后所以你们的选角可能也会针对因为熊，然后去做一个就是3打3、4打4，你们也是会比较优势的 ban pick 吗？对对对。好，了解。好，那第二场呢，非常精彩的两个关键巴龙局，先来问第一个哦，第一个巴龙当下是被偷的，你当时的心境是如何？有点懵啊，因为其实这边也是我们的沟通失误，就我的失误吧。因为我们原本3000D 的时候要停手，但我跟 AD 一直在敲，然后就不小心被抢了。哦，所以就是你们也是当下没有沟通好，然后就被抢了。那崩了之后有没有队友鼓励你？还是你就不要乱了，我们帮你打还是可以。哦，就是还是微鼓励啦。那第二条呢，其实非常的精彩，你抢到了。那当下你是想说，哎，我就试试看，反正我如果赢了，我抢到了，我就是圣人，是这样子的感觉吗？因为第一条失误嘛，一定要补偿一下，然后就赌赌看吧。反因为如果我们那条巴龙真的被对面吃到的话，我们这游戏很难再玩下去。是。那第二条巴龙你抢到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你一个非常精彩的动作，就是你喝水了啊？怎么喝水啦？就轻松一点。哦，轻松一点，喝水，喝水，轻松。好的，那我们在这边谢谢中信 JT 的 Hanna， 也谢谢他接受我们的访问。那下一场呢？